Exato.在排队的人，像是卵丝、透抽、小卷，会在这里排队，就是比较软的、怕挤压的，会在这里排队。大概一点半，40分左右。每一天的状况不一样，今天占位置比较少。他们最近都比较晚回港哦。昨天进去，之前都还好。哦。但又就是下午才进来。对啊。看昨天1:55开港的。是哦，他就回来就立刻。赶快就开，准备开始。哇。哇塞。最近还消遣了很多。对啊，越来越多。平常练多少？真的，现在就放弃。这几点开始排？我想问他们。12:30，太厉害了，厉害。等一下，这条线以后开始。对啊。那等一下会放篮子。现在是另外装篮给大家，分给大家。昨天粉丝很多，这么大只，这么大只，超夸张的，哇，3公斤的，三公斤哇，好大。12点就开始排队，哇！他只有小。对啊，今天应该很多了，慢慢开始进。这个应该蛮多。哦，这个蛮多的。昨天20篮。20篮真的算蛮多的。上个礼拜最多有到50篮左右。50篮。再绕一圈回来了，第二次，可以哎，赚翻了，差不多了，因为7月要休息。对啊，休息之后他们就是休渔网这样而已，还会泰勒抓不到鱼，泰勒也会抓不到鱼，因为他那个网只是浮在水面上，哦，下一点点，那上面温度太高，鱼不上。哦，他们在下面游，他
那网子又放不深。那他们会改用拖网的方式，或者是其他的方式，就休息的。到九月中左右，几分钟。我去年刚好有赶到九月中第一场，第一场，第一场的、嗯。我也是从那一天开始来的。运气很好，那时候我因为我不知道，那时候还没有 follow 那个社团。嗯、然后就不知道，然后就来看看，然后就哎、嗯，是第一场哦。但最近那个东部也抓得不好。对，东部最近雨都不大，好像只有台东比较多。花莲跟宜兰都很惨。对啊，宜兰那边最近都小雨啊，都小雨。嗯，不多又小。嗯。他们抓到的竹荚都是长的。嗯。这里是蓝原生，是原生啊，不是日本竹荚。嗯哦、这也是蓝原生，那也是长生原生，就比较长一点。长条状。然后它这边是比较远一点。一种叫做汉原生，就是它下汉下巴那个汉、嗯、汉原生，它身体会有金色的带状。金色带状。下次去宜兰，因为那边很多，可以看到。汉原生。像竹荚鱼，可是它中间有一条金色的线，对，会有一点蓝蓝。那个叫汉原生，也叫做霸纹纳，宜兰鱼都叫它霸纹纳。我刚好去那边看，我觉得有很多种，但我分不太出来。那个宜兰的地质渔场，那个老板自己常常都搞错。那有时候石桥跟那个、嗯、哦，他们那一边是东部是真的石桥跟土托是、啊、是一样，就会他们有自己有时候也会叫错。其实、哦、其实石桥如果叫做吉村就不会搞错。就是学术名字不会搞错，但是俗名就会搞错。但大家没有那种奇怪，對还是有时候讲一讲话被人家干掉。干嘛讲那个人家抓的东西？哦，这样就不会搞错啊！不行，我就不爽听。很难念。老板，他们看到那么多人，哇！今天抢鱼的鱼篮好像没有很多，但是排队的人比较多。今天七月份零发就要看状况，看老板公告，就是之后定制渔网那边会收起来，然后定制渔场这边就休息，就是要。渔工就要开始忙着修补渔网，然后看零发粉丝团或者是零发社群公告。5月27停电。有兴趣可以加这个。赖群主，因为这边的受出海受潮汐影响很大，所以会就是每天出海时间都不太一样，然后他会在赖群主里面公告今天能卖鱼的时间几点。但你那也可以看 FB 的粉丝团，但是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及时。因为有时候我看到 FB 粉丝团都已经是前天的公告讯息，所以加赖群组还是比较快，可以看那个。然后他们也有娱乐船，之后可以带你去了解定制渔场的配置方式、安装方式，然后以及一条龙到销售的流程这样。价格还 OK， 不过七月份应该也会跟着一起休息。人慢慢开始聚集了，快2点了。